再次呢，恭喜呢，我们所有的跑友完成了2020年脸部评选台北国道马拉松的赛事。那再一次的提醒呢，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，请务必呢在10:30之前，务必呢在10:30之前到医保处领回个人。恭喜恭喜，你中啊！谢谢。哇，你跑多久？谢谢，3:02。快啊，3:02，这样的天气。好，我下次努力一下，拜拜，再见。我是 Tom， 谢谢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拜托了。然后别忘记看到我的话，一起拍照吧。谢谢大家。